人怎么透过艺术串联后面的关系，造成这个 city 的一个温度，这个东西都是息息相关。本乐町就是一个开放的一个城市博物的概念，环境跟自然之间应该有一个很好的连结。其实一开始主视觉就是一只鸟，设计组这边已经把它做成这个徽章了。它的眼睛其实是一个 WiFi 的符号，有一种过去跟现代的连结 combine 在一起。